最近两年娇滴滴的女明星容易被吐槽，反而是女汉子路线大受欢迎。不久前在综艺节目上有点放不开的赵丽颖就被抠脚女汉子 Angelababy 彻底比下去了，搞得赵丽颖表示必须向 baby 好好学习。 baby 真的挺让我佩服的，特别的勇敢，如果你很柔弱的话是不行的，你一定要变得很坚强，变得像女汉子一样勇猛。按这节奏下去，以后女明星们可能都要去演男主角了。